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41面，641面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从当中看起啊，先人不善，不是道德。从这里看起啊，这两句啊，表祖上啊，愚痴，经言俗语，素不为善啊。这个素是指时间很长的时间。不知道修善，明其无形，不守道德呢，彰其无节，所以没有善行，没有正解，愚痴之极呀。世代相承，前面我们多次讲过，这一桩事情在中国至少150年，听说日本比我们还长，时间还要久，所以子受父教都是邪术，远离正法，远离了圣贤，不谈善恶果报，故云无有愚者，没有人告诉下一代，先人痴妄，后辈无知，死乃必然，故云殊无怪也。这是佛菩萨了慈悲，在现前这种社会状况，一定要晓得前因后果，对于一切造作不善的人不能怪他，纵然我们一生没有离开圣教，自行帮助别人，将自己修学的心得与大家共享，可是有很多人还要责怪批评，甚至于侮辱毁谤陷害都有啊，不只是现在呀，古时候都不免，世尊当年在世也有这个情形，怎么能怪他呢？所以一切呢都要原谅，以怜悯心来对待。接着说，死生之趣，善恶之道者。这是讲什么？因果报应。佛菩萨原谅我们，我们能原谅一切众生，可是因果不能够避免。经言俗曰，生死之趣不能自见，不是果也。不知道将来的果报。善恶之道不能自见，是不是因也。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
不知道。啊，行善一定得善果，造恶一定受恶报。于因于果，自心不识，自己不认识。他无余者，他人也未教你。这个他是指父母，是指你的长辈。啊，世世代代没人教给你，故永不解，这是肯定的道理。啊，你永远都不了解。是以都不至信呢，未无有事。啊，这个状况在先前，整个世界普遍呢都见到。啊，所以人回头难啊，非常非常之难。啊，殊不知生死之事啊，彼此见之啊。啊，你死了之后，你马上就晓得了。啊，现前，即使在外国，附体的事情多了。啊，我走这些地区都有啊，美国有，加拿大有，日本有，澳洲有，马来西亚，这些我常去的地方，新加坡，到处都有。啊，以前很少听说，十年前我们在新加坡偶尔听说。啊，现在这些事情常常有啊。啊，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这个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装出来的。啊，真有其事啊。啊，哪些人扶持附体呢？鬼神并不多。啊，都是一些家亲眷属、冤亲债主的过世的这些人。啊，附体来透露了一些信息。啊，全都是因果报应的信息啊。目的何在呢？目的求超度。啊，他在世的时候不相信因果，不相信鬼神，不相信有来世，不相信六道轮回，死了以后全知道了。啊，有少数人呢，活的时候我认识啊，我们见过面的，啊，当年决定不相信啊，还骂我迷信呢，啊，现在来找我超度他，啊，求我帮助他，求我救他，啊，这些年。我们经历多了，想想这个事情不偶然。啊，所以这口气断了之后，就了解了，在中阴身就知道了，这彼此见之。啊，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父子兄弟夫妇死别之时互相哭泣
无得免者。啊，人在生死别离的时候，没有上不上进的，没有不动情的，这种伤心动情不是好事，这是烦恼习气牵连着你，又去搞轮回了。所以下面两句说：“一生一死啊，一死一生，地相顾念啊，难分难舍。”下面说：“忧爱皆复，无忧皆是。”啊，这个戒解不开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悬尽，无可奈何。啊，祸道者众啊，悟道者少。啊，那么这是讲念老注解里的说，世人愚痴贪爱，不知世间万物都是幻梦空话，物为实有，而不知无常迅速，不能永保啊！啊，我们有幸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大乘，佛在经论里头把这些事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虽然不是我们境界，我们听了总还有疑惑，这一点疑惑我们要感谢近代的量子学家，这些科学家啊，他们在研究科学报告当中把他们所发现的一些事实真相给我们做报告，我们看了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啊，原来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啊，确确实实幻梦空话，真的是啊，物为实有，啊，大乘佛教给我们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啊，为什么会有我这个观念？这一个观念是设法界一真庄严的根，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我，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错误概念？那这个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相宗的八十讲得清楚啊，啊，第七摩那，
执着阿赖耶的一分，误以为是我。阿赖耶好比是我们身体，我们整个身体。莫那呢，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在整个身体上是，它只抓了一个细胞，以为这个细胞是它。错了。这个整个身体是阿赖耶的相分。见分、执着、相分之一点点，误以为生果，坚固执着，不肯放下。这是佛法讲的一念不绝。是不是能真的抓到了？没有。为什么？刹那生灭。可是虽是刹那生灭，它这个影响立刻就传到底下一个境一念。底下一念不是前面这一念，但是他把他的信息传下去了，于是下一念也执着，就产生了一种相似相续相。那一念有没有呢？一念实在讲不存在呀。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念时间多长啊？一秒钟里面1600兆分之一，1600兆的这个细念，才构成一秒钟。1600兆啊！主想想，你怎么能得到它？我怎么能抓住它？以前用幻灯片，快速播放，这是电影。这个电影现在好像现在都用数码了，不用胶卷了。胶卷比较容易觉察到。为什么胶卷1秒钟24张？现在告诉你，1秒钟1600兆张，不能比啊！电影在荧幕上放映的时候，我们容易感觉到，它是假的，它的确是相似相续相。每一张幻灯片都是独立的，就是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它不是前头的一念，也不是后面的一念，念念都独立。只是这一念不绝。抓住阿赖耶里面相分的一点，都不是全部。相分里面的一分，我们这个身体是阿赖耶相分里头的一分，像一个细胞一样。误以为是自己。阿赖耶的相分是什么呢？变法界、虚空界，今天科学所讲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是阿赖耶，都是阿赖耶相分。我们只在物质现象抓了一点，
精神现象上也长了一点，以为是自己，错了。啊，这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所说的是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啊，大乘教里头常讲啊，彻法底缘。啊，在这个一切法要把它的根源找到。中国人有一句谚语说：“打破砂锅问到底。”大乘的精神就是这样，这是科学精神，一定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它究竟是什么？啊，我到底是什么？啊，阿赖耶有四分，自证分。正自证分、相分、见分啊，莫那只在相分里头抓了一分，一点点，见分里头也抓了一点点啊，把全体疏忽了，忘掉了，不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那叫法身啊。啊，应身是法身的一个细胞而已啊。如果把法身比如做大海，应身只是大海里头的一滴水。啊，怎么能认一滴水是自己？大海不是自己，这一滴水并没有离开大海，这个错误大了，一错到底。错误的结果是什么？错误结果产生了幻梦空妄，就是六道轮回跟十法界啊，都是幻梦空化了。十法界聪明一点，听了佛的教诲明白了啊，所以他们能够断恶修善。还要努力修行，要把自己根找出来啊！六道苦了，六道迷惑不觉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杀盗淫妄啊！造极重的罪业。这些众生没有觉悟啊，没有觉悟他不服啊，他怨气消不了啊，啊，于是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但他报复。啊，不觉悟，一世比一世凄惨，一世比一世痛苦，全是假的，就像做梦一样，做噩梦。啊，做梦不知道做梦啊，真受苦啊！啊，遇到恶劣的境界，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还心有余悸，
何苦来呢？啊，不知道无常迅速，无常，所有这些现象，啊，无论是物质、精神或是自然现象，都不是存在的，啊，它存在的时间，弥勒菩萨告诉我们。1600兆分之1秒，啊，1秒钟里面，它已经生灭1600兆次，这叫无常啊！你怎么能永保啊？占保都保不住，哪里能谈到永呢？哪有这个道理？啊，真常永保有没有？有，那是你的真心，是你的本性。你的真心，你的本性不生不灭，本无动摇。啊，它是不动的。啊，阿赖耶是什么？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它是波动的现象，啊，而且是高频率，啊，极高频率的波动现象，佛经称它做阿赖耶，啊，阿赖耶称之为藏识，啊，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习气。阿赖耶像个仓库，啊，像个资料室一样，啊，全部都保存在其中。啊，你觉悟，它不现前，啊，它什么都没有。你迷的时候，哎，它起作用，它现前了，就好像它做梦，梦中境界现前，所以现前不是真的。全是假的，这叫事实真相啊！菩萨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全明白之后了，菩萨在一切境界里不会起心动念了，那就没事啊。那起心动念才有事，不起心动念没事啊。啊，所以菩萨才真正入般若法门，妙绝了。啊，心相不相妨碍，啊，离事无碍。离是性，事是相，没障碍。离事没有障碍了，事事无碍。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就无碍。起心动念就障碍来了。为什么？起心动念有我了，障碍就出现了。有我怎么样？我爱。我吃，我慢，啊，莫那，四大烦恼常相随，常是，是相似相续，啊，这一个。错觉会影响底下一个，
一念，下一念又会影响下一念，哎，它变成不断了。啊，虽然不是一个，它的影响，这个要自己，好像接力赛跑一样。我这棒子交给下面去了，下面接着跑。啊，确实不是我自己，他跑了一段的，又交下一个，又接下一个，啊，永远不间断。啊，这就是世间人世世代代。你看，传给第一代，第一代传给第二代，二代传在第三代，啊，世世代代，不是一个人的。我们要晓得，明白事实真相了。我这个身体，我这个意念。是不是前一分钟的？不是，前一分钟不存在了。是不是后一分钟的？不是，后一分钟还没来。啊，我们讲一分钟太长了，照弥勒菩萨讲应该是一秒钟，一秒钟都太长了。为什么？一秒钟里面生灭次数已经1600兆次，1600兆分之1才叫做当下，那就是。可是说就是啊，不晓得已经换了多少了。你看我们就是用多长的时间。啊，一秒有1600兆，我们如果算一秒的1/10，啊，1/10秒，那也160兆。这叫做无常啊，这叫做不能永保啊，啊，不能永保，还要想保持它，这是错误观念。这个观念很累呀，就是烦恼啊。啊，你对你所爱之物，你想把它保持，你想永远不失掉，你说多累，那它又不是真的，真的能保持可以啊，讲得过去啊，它是假的啊，念念生灭，这个念念是弥勒菩萨所讲的那个意念啊，也就是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念头，这个里头的一念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无常迅速，不能拥抱啊，生的时候欲亲爱，这个亲爱什么？情痴。死的时候欲伤心，欲痛苦。世尊在大乘经上教导我们，你要把这段事情看破。啊，看破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桩事情的真相看清楚，就叫看破。
啊，真相真正明白了，可不可以情爱？可以，没有贪念。为什么？智慧了解事实真相。啊，没有贪念，你就没有痛苦。这叫真落啊，极乐世界落是这个落啊，没有情执，没有分别，不但分别执着没有，他不起心不动念啊，那表现的情爱，情爱是信。是自心里本有的，那是真的情爱。啊，迷了之后，这个情爱里头加上了情执，啊，就是加上了四大烦恼。这情爱里头有我见，有我爱，有我痴，有我慢，这加了这个东西在里头。啊，变质了。生死之际，存者呢，伤亲人之永别；亡者呢，悲自身之常事。护念难舍，如人次心呐。故云。一死一生，地相顾念。世间文学家、诗人，他们的情执非常重啊，写出了一些文学作品。啊，不但自己的这种那个慎重的情执。他把别人的情执都勾引起来，是好事吗？不是好事。情执是深重的烦恼，你把别人烦恼都勾引起来了，你要背因果责任呐！啊，文学作品里头。往往里头有这种过失啊！啊，如果是非常严重的话，他堕地狱。什么时候能出来？他的影响力在世间没有了，他才能出来。影响力还在这个世间，他出不来啊！你说多苦啊，多冤枉啊！世间人愚痴赞叹他啊，还替他做宣传，给他做广告啊，他自己。在幽冥界苦不堪言这是事实真相这下面是昔日恩爱今晨愁苦忧苦，而此二者呢，束缚身心，如神作戒，不令处理呀。故曰：忧爱戒缚，无有解释啊！啊，这个戒缚就是烦恼，这种情执什么时候能化解？
真有，不是假的。几千年当中，这个执着放不下，为什么？他没有智慧，虽然偶尔也能接触到圣贤教育，因为烦恼习气太重了，回不了头来。听经闻法，知道这桩事情，回不了头啊，那就苦不堪言。大乘一章里都说，烦恼暗惑，戒夫行人，故名曰戒。所谓心有千千戒，又能复心，一名为戒。你这个心里的戒打不开。这个心结是什么？迷情。最难解的就是情执。情执我们世间人讲的恩爱呀，这不是好事啊。可是世间人都以为这是好事。这是美事。佛告诉我们，这一桩事究竟是什么事？是轮回的根。你真能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放下了，那恭喜你，你永远脱离轮回了。思想，思是思念，思想恩好，世人所珍，世间人所珍惜的。究其根源呢，是有情欲，而不知欲为苦本呐，纯情即堕。纯情是一丝毫理智都没有了。纯情堕的，纯情堕阿鼻地狱。所以这不是好事情。若不能于此，慎思说己，一心修道，以求解脱。假若不能，对于这桩事情，你要慎思，你要说己呀。真搞清楚，搞明白。于世间法小乘是出离，所以一般人讲小乘是出世法，大乘是入世法。大乘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为什么？大乘要帮助一切
迷惑的众生令他觉悟，令他回头，不舍众生啊，小乘不然啊，自己摆脱了，不想再回来了。诸佛尊重大乘，呵斥小乘，道理就在此地。啊，所以大乘比小乘难，小乘把这个境界完全舍掉了，清净心容易获得。啊，大乘没有把这些境界舍掉，还在这里面，啊，帮助这些情执很深的人，啊，帮助他回头。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不被他的情执所感染，那是什么？大乘菩萨有很深的定功，有智慧。啊，你的情执很深，我可以跟你在一起，你的情执不会感染我。啊，如果在一起还会受感染，你赶快离开。为什么？你不离开呀，又被拉下去了，继续搞六道。啊，一般人不知道厉害呀，学佛的人知道啊。这一搞六道，哪一年才会有机会再遇到佛法？这个机缘，古人说得好，百千万劫难遭遇。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一世铸成千古恨，百千万劫是多少个千古，算不过来了。啊，这一些开始，这一些事实真相都在我们面前。啊，我们学佛一定要保持最高的警觉，怕染污啊。啊，我们阿赖耶识里有非常浓厚的这种情执，啊，一接触就不然。啊，所以净土修行跟密不一样。啊，净土宗跟密宗宗旨、原理、原则完全相同，都是修清净心。啊，但是净土修禅心、修清净心是远离染污。啊，密教修清净心不离染污。啊，所以密的成就比净土高。啊，但是净土的成就比密教多。啊，为什么？净土远离染污的清净心，虽不是真的清净心，能生凡圣同居土。
啊，天天跟这些财神名食睡都在一起，真正做到不染污，这个功夫比净土高。他要往生生哪里？他要往生生十宝庄严土。啊，他不在凡圣同居土。啊，那问题，那么高的境界，有几个人能成就呢？太少了。黄念老告诉我，建国以来，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呢，60多年啊，这60年当中，有多少修密成就的？他告诉我6个人。你看，中国10几亿人口，只有6个修密成就的。啊，那念佛往生的有多少呢？60万人可不可能？有可能的。念佛往生的人太多了，这两个一比较，你就晓得净土的法门殊胜了。啊。待业往生啊，你要真真清净啊，在污泥而不染，这个厉害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所以念老告诉我，禅跟密的根基现在已经没有，这话是真话了，不是假话。要透过深思熟记，啊，深思明了事实真相。说记呢，要想想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啊，自己想想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啊，最重要的没有别的，保护自己不受染污啊，像现在传染病不受传染，净宗的方法好啊，稳扎三个根，稳稳当当的，决定不违背啊，决定要求自己严格的依教奉行，一门深入，这一门就是一句佛号，6字洪名，念念不舍，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舍，没有杂念渗透进来，你就成功了。啊，这叫一心修道，以求解脱。记住，不能有二心。
有二心三心呢，你这个道就破坏了，解脱就变成有名无实了。啊，还是要靠六道轮回。底下这一句话要记住，转瞬无常到来，寿命终了，至此则徒欢奈何，来不及了。啊，什么时候无常到来？自己要有警觉，随时都可以到来，这个无常就死了。啊，今天人在这个世间呢，灾难这么多，晓得什么时候会碰到？啊，我们常常看到鸟兽离开了它的窝，它出去觅食去了。他能不能够安全回来？靠不住啊！很可能出去之后被别的动物吃掉了，被人误伤了。这就是无常到来，寿命终了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呢？啊，所以我们要想明天，要想明年，太长远了，那叫大妄想啊。真正成功的人啊，做佛做主，他不想明天，他不想明年，也不想过去，他就抓住现在。什么人能够掌握到现前，这个人肯定成就。先前念念不舍弥陀，这个念念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念念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个人决定成佛了。要多久的时间？弥陀经上讲，若一日。我们细心去观察，去思维，一日可不可能？可能。一秒钟里头，1600兆个念头。一天24小时还得了吗？不但他能往生，真正智心一处，他大成就了，他生十报庄严土啊！为什么？一天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事实真相。啊，念念提高警觉，也就是此地说的，这是佛门的老话，人命在呼吸间。
啊，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里头说的啊，故云：“年寿旬尽了，呼吸一天一停止了，这人就宣布死亡了。”啊，旬尽为转瞬即尽，它太快了。所以，惑道者众啊，悟道者少啊。道了生死出三界，迷惑的人太多，觉悟的人太少了。我们看下面经文：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这一小段讲恶劣罪己。啊，有名，从痴起嗔，惑道是愚痴，啊，三恶业中，嗔业为第一，啊，过怀杀毒，恶气冥冥，这是称为。这是造地狱业因的。又云：一点嗔心火，能烧功德林。啊，平时也有人说：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啊，功德是定慧。一念嗔心，定慧全没有了。啊，你所修的那个定慧，是一把火都烧干净了，就是一发脾气都完了。所以，功德难修，难保。啊，福德，没关系。但是他能把福祉福德了变质，脾气太大的人，习气很重的人，啊，这个福报到哪里去修？去享受呢？多半到修罗道、罗刹道、魔道里面去享受。啊，不是真法。修福里头夹杂着贪嗔痴，肯修福，肯做好事，贪嗔痴没离开。我为什么做好事？我要名。啊，我要做那么多好事，我要人赞叹。啊，我做这么好事，我要争第一。你好，我比你还好。他不是清净心呢，染污心在修啊。
啊，所以果报虽然不在三恶道，它也不在人天。人天纯净纯善，啊，修罗罗刹魔道，善恶混杂，啊，行善，心不善，心有贪嗔痴，行善上有布施救济，帮助别人。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懂啊，不能不懂啊。啊，不懂就迷惑了，迷惑就很容易犯。换一句话说，很容易被传染，真搞懂了，搞明白了，我们就有免疫的能力。啊，虽然接触到了，不会感染。这是菩萨。世人醒悟者少啊，迷惑正道，迷惑正道者多啊，故心怀杀毒啊，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就杀生了。哎，高兴的时候也要杀生。这话怎么说呢？你说他要吃肉，他喜不喜欢？喜欢呢，这猪他喜欢呢，羊他喜欢呢，喜欢要吃它，喜欢要杀它。啊，不管喜欢不喜欢，都会引起他杀生的动机。啊，杀是毒，残伤他命，恶气之甚呢？从明若明，故曰恶气明明呐。啊，明明什么意思？幽暗的意思，无知的意思，有末业这几个意思。换句话说，无知啊，迷惑颠倒啊，他很容易去伤害他命，这里头包括人的命、动物的命啊、植物的命。在今天还得包括山河大地啊，大地里面有矿，有金矿，有银矿，他要把它取得，要把大地挖空，啊，发现地底下有矿藏，它就会破坏大地的生态环境。啊，所以恶气直指聪明若明。
啊，这经常讲的卧起灭灭。所作皆妄，故云未妄心思。啊，起心动念，全是损人利己。啊，损人就是伤害众生的。总以为我不伤害他，我得不到利益。啊，我要得到利益的时候，我一定要伤害他。地球上人口爆炸了，好像是联合国宣布，10月份，地球上人口会突破70亿。啊，人口不断在膨胀。地球资源有限，那怎么办呢？要杀人呢？啊，他要想掠夺资源，拥为己有。啊，那就得饿死多少人？他才能得到。啊，有没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的人不少吧？啊，这个念头错了，这是愚痴啊。因为错误的念头，所作皆妄。啊，用什么方法呢？用战争的方法。啊，来得快呀！现在战争，核武、生化，都是灭绝人类的战争。佛经上讲的小三灾啊，就是核武战争。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新闻，说是现在世界上拥有核武的国家核子弹头的飞弹安放在发射架上，3分钟之内就可以发射。有多少枚？估计有2000枚以上。这种高杀伤力的飞弹，一颗飞弹能消灭一个城市，能杀死100多万人。2000枚啊，就算1枚杀100万人。这个飞弹要一时爆发，那地球上20亿人就没有了。可不可能？可能，什么时候？随时都可能。这一桩事情我们有没有警觉到？
啊，你如果警觉到了，你才晓得。今天我们居住在地球上，多么危险呐！啊，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大的未忘先师，于是为逆天地啊，就是现在人所说的违逆自然生态平衡呢啊，加强所谓上不顺天心。天行是爱人呐，怎么知道？我们从所有宗教经典里面看到，啊，佛教是什么？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也。啊，基督教是什么？天主教是什么？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中国的儒，仁义忠恕啊，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爱是天心的啊，这个天，我们一般讲大自然，大自然对一切万法平等的慈悲啊，下为阎罗王之意。啊，这是佛法讲的。阎罗王愿不愿意惩罚罪人呢？不愿意啊。阎罗王从来没有造过刑具。说实在的话，阎罗王根本就没有派人去受刑，那地狱有没有？有，恶鬼道都真有。那你要问，他怎么到那去受罪的？完全是自己。不善心行，业力所感，自然变现的。没有人去建造，也没有人去设计。啊，真正是自作自受啊。啊，所以天心是慈悲，阎罗王也非常慈悲啊。啊，如是任意作恶，这经文上之意，一旦罪恶满盈，古人罪极，罪极就是罪恶满盈。你造作的太过分了啊，太过分是天上天不容许你，阎罗王也不容许你，于是
罪业牵引，则不待世寿终了，乃顿夺其命，下入恶道。你还有寿命，你寿命还没终了，灾难现前了，你走了。啊，这叫顿夺其寿，下入恶道啊，到哪里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夺命，这个夺字，强取也，丧失也，顿然断其寿命。这叫顿夺其寿。啊，《嘉祥书》里面解释顿夺。灭寿多算也。灭寿，寿命还没到。啊，提前把你寿命夺去了。呀，寿命折了，折寿啊。就这个意思。啊，这都是事实真相。了解之后，我们如果心善、行善，寿命纵然不长，它寿命给你增加，啊，都是自然的。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又净言书曰：“痴故其嗔，共相残害，过坏杀毒，恶气扰民，威望死等。”续云：“造罪之人，赎罪之灵，自然召集非法恶缘。”随而愚智自其造罪，待其罪极，顿令顿夺令尽，降入恶道，受苦无际。这一段是说迷惑造业，因为愚痴，他才起嗔恨，啊，彼此互相残害。今天我们讲的斗争呢，斗争发展呢，那就是战争。啊，是过怀杀毒，彼此不相让啊。啊，恶气，今天我们讲的磁场，这个磁场是什么？一片杀气，啊，人进入这个氛围，身心不安啊，感到恐怖啊，啊，我们今天讲的没有安全感。
啊，所造作的杀盗淫妄，都干这个事情啊！啊，下面接着说，造罪的人啊，与过去生中有关系，续罪治理。就是过去式的，过去式造作恶业的习气很浓啊，所以他很容易感召恶缘，啊，非法的恶缘，啊，自然是很容易感召。啊，过去这些恶的习气加上现在，贪嗔痴慢的念头在主宰着他。啊，所以他就会掠夺别人，啊，起心动念损人利己，啊，在行动上他就造罪业了，啊，待其罪极，罪就是罪满了。罪满什么？福相近了，罪就满了。啊，这个时候福报没有了。如果造作罪业，他还在享受，这是什么？过去生中修的福报还有，没想完。他想的是过去生中的余福，这福报想完了。灾祸就现前了，啊，顿多令尽，啊，谁夺你的呢？天地鬼神夺你，你的冤亲债主来夺你，啊，你过去夺别人。现在人家报复来了，将入我道，将是带着你，把你带到我道去啊，受苦无极啊。啊，我们在上一个星期有国内同修送了两片光碟给我，光碟上面写了两个字灾难，我不知道是什么，放出来看看，啊，是父是附体，什么人附体呢？日本人。抗战期间，在中国战场上死难的这些日本的将士，啊，有将军，有士兵，附体来求超度，偷的信息。打仗现在还没有停止，还是在打打杀杀。那我们看了这个碟，我们相信。啊，怎么会相信？
习气呀，现在人想印象深刻啊，所以说头脑里面都是一些战争这些现象啊，我们遇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成年啊，十几岁念小学念初中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还没有资格当兵啊，但是那一种残酷人寰的那个现象，我们记忆犹新的啊，军队走造之处啊，杀人放火人民苦不堪言呐！啊，谁做梦？做梦都在逃难。啊，日本兵在后头赶我们，追我们，我们在前面跑。常常做这种噩梦啊！那参加在战场上人，他的印象更深了，所以死了之后还在打仗，他不知道自己死了，他也不知道战争结束了，啊，天天还在打打杀杀的，啊，把这个信息投给我们，啊，有一部分人觉悟了，啊，希望和平。不要再打仗了，啊！这些人求超度，还有一部分人执迷不悟，还在那打打杀杀，没醒过来。啊！佛在《大乘经》上常常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一些战场上的将士，他们想的什么？他们就想打仗。被打死了，印象没有转过来，还在打仗。啊，战争结束了。70年了吧？啊，他们还没放下武器，还在打，多可怜呐！啊，这个日本的将军觉悟了，回头了，求超度。啊，求法师给他们做皈依，皈依证不是求我，啊，这个是中国里面的法师，啊，所以人行善，心善行善，他常常念善好。啊，念恶行恶，恶的习气什么时候能了？啊，这是世人因愚痴而生嗔恚心，相杀相害，心怀恶毒，为作妄思。这战争是妄思啊！如是造罪之人。尤其蓄势罪业之业力，种种恶缘自然相随，自意作恶，啊，现在还是在作恶。
还是三大丈。啊，待其卧冠满盈，国报显现，顿然夺尽其寿命，堕入三恶道。所受果报啊，无有穷极，余处无期，故曰无有出期。啊，纵然堕落在卧道，他们确实在卧道，在卧道里还是打打杀杀的。战场是个地狱。啊，死了以后造这种业，入这个地狱，永远在厮杀。我们能想到啊，他们对于生命完全没有安全感。啊，想躲避别人杀自己，自己又想方设计去杀别人。啊，所以杀生真正觉悟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能再干这个事情了，要忏悔，杀生，断别人的生命，啊，杀畜生也不例外。畜生也是一条命，他也有情识。啊，他也想保全自己。无论你是有意无意杀害的，都是罪业。不能说无意不是罪，无意的罪轻一点，有意的罪重啊。啊，他要没有报复心，那就很好多，他还有报复的心，麻烦大了。啊，如果是恨之入骨，非报不可，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佛来劝他，他都不会接受，这深仇大恨。啊，现在在先前的社会，在整个世界，这个事情很普遍。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社会动乱不安，人活在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没有安全感。这是苦啊，一切苦恼里面的第一苦啊，没有安全感了。这个日子怎么过？啊，我们总算很幸运，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想一想，如果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净土，这个日子怎么过？啊，最难的，没有法子突破的，那就是生死轮回，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啊，我们受别人伤害，永远不会忘记，就深仇大恨呐。啊，学了佛之后才晓得，这是梦幻泡影，这是先人无知，不能怪他。啊，这是恍然大悟，真正回头。啊，无论受什么样的伤害，啊，也不会有报复的心了。为什么有报复的心，就不能离开六道？啊，报复的心没有了，我们才能往生净土。啊，现在我们的目标换了，我们想往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这个念头转得好啊！这个念头转的是纯净纯善啊！续世今生，所有一切冤业一笔勾销啊！他那里没有勾销，我这里勾销。我就不受干扰了。啊，我要没有勾销的话，肯定受干扰。啊，那这个冤冤相报就很难终止啊。啊，我这里勾销了，到此为止。啊，再没有报复的念头。一心念佛，这个重要啊！啊，许许多多同修，有的到此地来看，有一些写信给我，大多数人都在问。这一句佛号怎么念才能得力啊？将来往生呢才有把握。这个问得好，因为问的人太多了是好事，能提出这个问题佛在经教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三个条件，信愿行啊，这叫往生极乐世界的三资粮啊，换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真信的。什么叫真信？我说我相信了，口头说相信不行。要有事实。做凭据。啊，凭据是真干呐、啊！信佛不是口头上说的，要依教奉行才叫真信。啊，我在早年，啊，我33岁。出家，35岁受戒，受完戒回来之后，佛门的规矩
回去第一桩事情，感谢老师。啊，报老师栽培之恩呢。我的老师是李炳南老居士。我受了戒之后，到台中去看他老人家。啊，在慈光图书馆，我还没进门，看到他，他在里面，他也看到我了。啊，看到我，他手指着我。你要幸福啊！你要幸福，他说的声音很大，说了好多声呢、啊，我都感到莫名其妙啊！啊，我学佛七年出家，出家就教佛学院，就开始讲经啊，有两年我受戒。九年了，那讲经教学教了两年，怎么会不信佛呢？不信佛，为什么这样干法呢？啊，我听不懂他说话的意思。啊，我走进去的，你坐下来。啊，我给他顶礼，拜了他之后，你坐下来。他告诉我，你不要以为你就信了佛了。有很多老和尚到死都不信佛啊，他越听我越就听不懂了。老和尚到死都没信佛。啊，老师告诉我，什么叫信？信底下有解，解底下有行，行底下有正，信解行正通通具足叫信佛。哎，我这才明了啊！啊，有信有解，你没做到，你没相信啊！你能做到，你没有正德，你不相信啊？那换一句话说。净土中一定要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叫信佛啊！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你的信不是真的，是假的啊、哦！那这个标准我理解了，我明白了，真的啊！有出家受戒一辈子啊，最后临终的时候。还是手忙脚乱，到三途去了，不信的。啊，所以，我受了戒回来之后，没多久，我把佛学院教学的职务辞掉了，又回到台中，啊，继续接受老师的教诲。啊，我先后在台中住满十年，啊，亲近老师啊。老师跟我讲真话了，像这些真话一般人不会跟我讲的，我听不到啊。啊，那么信真不容易建立，信从哪里来的？从戒来的。你对于经教没有真正透彻的理解，你的信心会动摇。
啊，中国古人所说的高明厚利啊，因为你有劣根性，劣根性是什么？好名好利啊，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爱五欲六尘的习气，这是多生多劫阿赖耶识里头就有。你要遇到缘，它就起现行。啊，今天遇到的佛缘，佛的缘很薄。啊，这个世间的缘很厚，而且力量很大，你经不起诱惑。这你一来了，你就变心了。啊，你就改道了。这一桩事情，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啊！能够坚持到底，没有一个不成就；不能坚持，中途退心。比比皆是啊！啊，学佛为什么会堕落？原因就在此地。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知道之后，如何防止，如何应对，都是自己这一生成败关键之所在啊。那我用的方法，一天不能离开佛经。佛经是佛陀的教诲，我天天读，天天不离开，啊，让佛经天天提醒我。啊，古人有所谓：“三天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你就被外面环境染污了。啊，不但要读，还要讲。为什么呢？讲你就得正途，因为你要预备，你讲给别人听的，还要接受别人的问答了。啊，逼着你非用功、非专心不可。啊，当然，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得把名闻利养放下啊，这个东西不放下是你严重障碍啊，你想做做不到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现在时间到了。